我告诉你，气死我了！程大吉把叮当给接走了。八年二十五了，你说这他没个手机，你说这不急死人了？你说上哪儿找去呀？你们就不能给他个手机呀？啊？能，你给，我有个旧的给他就行了。啊，哎，话费我不给出啊？那谁出啊？那你出话费，话费凭什么我出话费？你妹妹给个手机，你出个话费不行啊？一个月没多少钱。不是我提的，还买手机。哎，满意，你连个手机都不给他，你看看这，你儿子被给弄走了，这咱们不急死了？你没个手机能行吗？行，我出话费。您也别出，您让他自个儿出，真给他让自个儿。他自个儿出什么？他不愿意出，他没人。他闺女也不在，他也没亲没故的，他就是咱们家人，找不着他着急。就把叮当都弄跑了，这么长时间也不回来，你要真回来，你还给他一手机，还给他一奖品。给他一手机不是奖品，给他一手机是给他一姑套着他，将来他去哪儿了咱能知道。什么叫给他一奖品？你这孩子没法聊天了，现在真是的。你说这程大吉不会把叮当拐跑了吧？妈，拐哪儿去？家在这儿呢，那么好一家，他上哪儿去？带着孩子沿街乞讨，浪迹天涯？不会，程叔不是那种人。嗯，你怎么知道他就不是那种人？我看他就像那种人。哪种人啊？你都不知道妈，这最近这程大吉这阴一阵阳一阵的，你都不知道他心里想什么呢？我觉得他老谋深算，我感觉现在这个人，你这也太不会看人了。就他那还老谋深算呢，一点谋划没有。我一下就看他底儿掉，还老谋深算。我见这种人见多了，他不敢，不会，放心吧啊。指不定上哪儿玩去了，这是我估计。怎么回事？你干嘛去了？你上哪儿去了？你们？怎么了，儿子？怎么了，儿子？发烧了。啊！哎呦，都烫成这样了吗？哎呦，这小胳膊滚烫，赶紧上医院，上医院！快快，回来把我那包，我那手机在桌上呢啊！哎，丁当，你没事吧？这更可以了，你来，叫爸爸，丁当。走走走，快走快走，走走走，去医院啊！你干嘛去？有你什么事啊？好好在家里反省。